下一位是来自重庆的音乐制作李浩瀚，他可能是今晚最紧张的一位学员。他拥有相当娴熟的演唱技巧，但是他的歌声却无法打动导师的心。你这首歌真的已经演绎的没有瑕疵，你缺了触动我的那一下。他从没有想到导师会给他第二次机会。今晚他能抛开技巧的束缚，放手一搏吗？给我第二次机会，我不敢说我有100%的把握去抓住他，但是我肯定会尽100%的能力去抓住他。今天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和一次挑战。我要一直唱下去。帅气吧，帅气，帅气。有没有印象？有印象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他是我在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上，所有的学员里面，我对他是最耿耿于怀的一个人。哦，你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第一次我们四个人没有转过身来，我们告诉了你原因，因为你掌握了很多很多歌唱的技巧，你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，但是你没有打动我们。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刚才的演唱打动我了，情感有了。哎，我觉得他发超长的发挥，是他真的打动我了，没有瑕疵。你有把我们上次告诉你的事情做调整吗？在唱歌上，有，就是直到上台之前，我突然觉得我不会唱了，因为有很多要，其实这是最可怕了，对，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本来所有他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告诉他说，可能这个会怎么样，那个会怎么样，然后我要都拿掉，都空白了，怎么办？到底要怎么唱？对，其实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现在就是从头发最上面这根头发一直到脚都是发麻的，手都在抖。哎，我特别理解他这种感受。第二次站在这儿，他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，
幸好你们转过身了，而且他要把他当时所有会的东西都丢掉，没错，对，他是到最后一搏了，嗯，搏得好，为你开心，搏成功了，恭喜，谢 ，OK， 上。好样的，好好努力，一定会更好。没白浪费。恭喜！完全没有浪费这次机会，完全没有浪费。真好，你的胜利来得太早了。终于，刘欢老师如愿完成了战队的组建，一起看看本期刘欢团队的阵容吧。